为我切不对岸妥协，恩怨交叠。建楚，你不是说要好好照顾绵绵吗？怎么都照顾到医院来了？绑架绵绵的人是你们凯丽的股东，我也搞不明白，只不过是送错了一个快递，至于做出这么极端的行为吗？还是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？凯丽集团会全力配合调查，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警方了。我就奇怪了，绵绵从小身体就不大好，自从多了你这个监护人以后，就三天两头的出事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到底是谁又对绵绵不利，我会查清楚的。死者就是陈明，42岁，男，已婚，是凯丽集团产品研发部的经理。陈明的钱包。因为是周末，所以学校没什么人。一位拾荒老人发现尸体后跑掉。前天晚上我和如意姐去过陈明家了，可是赶过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。他的妻子无不相交代说他刚走不久，但是并没有说他去哪做什么。而且学校对面没有监控，我们不知道陈明是什么时候进来的，和谁一起。我一直在想个问题，323到底什么意思？我有设想过门牌号、公交车、日期，但都对应不上。
案发那天，我检查了陈明的钱包，里边的银行卡都没有动过，很明显，凶手不是为了钱。陈明手边的演算纸可以确认是他本人的字迹。法医的报告出来了。哦。陈明的死亡时间是在今天凌晨的2点到4点之间，尸体的背后有被电击棒灼伤的痕迹，但不致命。致命的应该是他手臂上的若干注射针孔。尸体的颜色呈紫红色，经初步判断，应该是凶手用电击棒将其击晕之后，然后在其手臂上注射不明物体，致其中毒身亡。更多具体的信息，我们还要等待尸体解剖的结果。不明药物？对。我们在现场完全没有发现该种药物的样本，所以我们的毒理还要进一步研究。辛苦了。凶手将他绑缚，他额头上的血渍，地上的演算纸，还有他手臂上的若干针孔，说明凶手的犯罪重点在于形式而不在于结果。他很可能死于仇杀，而杀人动机有道理，重点排查陈明的社会关系，还有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。是。什么事这么着急？陈明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只是不见了吗？具体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听说凶手作案的手法很极端，现在警察已经到咱们公司来调查了。郑师傅，你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吗？明叔刚当选为董事，公司肯定会有人不满，也怪我，包裹的事情我就发现不对劲，我以为只是有人随便闹闹，发泄一下不满就可以了，没想到居然有人真的要了明叔的命。我们先好好配合调查吧。明叔他怎么可能？陈太太，您丈夫陈明的事儿还请您节哀。谢谢。我们这次来是想对陈明的尸体进行解剖，需要征得您的同意，这是知情同意书。因为陈明的案子还有几个疑点，需要您配合我们回答问题。陈明在公司跟谁有过节吗？他跟你提过吗？他公司的事儿都不清楚，他就是整天早出晚归，很忙很忙。还请您再好好回忆一下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您了。陈明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异常？我看你好像要出差啊。我不敢在家里住。为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就是前天晚上我们发现的。陈明很晚才回来，刚回来又急匆匆的要走，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儿，然后我们俩就吵了两句，一不小心把开关给关上了，就发现了这些。
那你和陈明有没有什么特殊日子是跟323有关的，或者是密码什么的？没有。门窗有被撬过吗？没有。案发当天你在哪儿？那天晚上我们因为墙上的事情起了争执之后，他离开了，就留我一个人在家。你好，中央大队的，可以给我调一下5月16日晚到5月17日清晨的监控吗？好的，警官。你们当晚是谁值班？我们这个是轮班倒，一人一天。那天是5月16号，不对，应该是我的班。对，警官，找到了。在你们值班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进来？你指的是什么样的？比如拿着油漆材料的，又或者外来的陌生人？没有，我们这边这几天没有业主装修。我们这边进出门都需要门卡的，有外人来也需要登记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麻烦你帮我调一下近3天的监控。好。找到了，警官。今天收获虽然很多，但是感觉一头雾水的。陈明家墙壁上那个是什么？监控也没有看到有人进出过。程燕，我还有点事，你先回队里。是。他家里也被人恶作剧了，墙上用特殊涂料写了恐吓的话。323，我在电梯间也发现了323的字样。监控有没有拍到到底是谁干的？没有，但是陈明的老婆很可疑，我会继续跟进的。跟紧点，子升、如月，跟我去开立。是。是。陈明平常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跟陈明。只是平常的工作关系，不太熟，不好说。顾总，各位警官好，我是开立集团的 CEO 顾时清。你好，我是市公安局重案大队刘大人，他们是我的同事。今天我们来是调查陈明死亡一案。陈明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。才刚刚当选为公司的股东，就安就，还请各位警官一定要为我们公司的员工讨回公道。您放心，查明真相是我们的职责。谢谢刘警官。就是我们公司的 HR 王经理，公司人事上的关系他最熟悉。就是我的特别助理郑总，需要公司任何部门的配合，他都可以帮您协调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直接问我。顾总，你对陈明了解多少？
陈明是我们公司研发部的总经理，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，跟我父亲顾凡是同一辈。他在公司人缘很好。人缘好，他就没有跟其他人闹过矛盾吗？同事之间因为公事争执几句是很正常的事，我想哪家公司都一样吧。顾总，据我们了解，他被害前不久在公司收到过恶作剧包裹，请你仔细想想，公司有没有谁和他有过节？这个属于员工的私事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就没问题了，打扰了。金队，我不想有什么问题啊。我感觉他在撒谎。吴香，走。郑一，郑一是谁？顾日清的左右手，凯丽的高管。郑一，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。这不，我也没想到。你跟吴富香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以前就是情侣。后来我们分开了，我就跟陈明结婚了。前几年郑一的老婆死了，我们就又在一起了。陈明和郑一是同事，他就一直没有发现吗？我们一直很小心，陈明什么时候出差郑一都知道，只要他去外地了我们就约会。其实今年我跟陈明提过，就觉得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，想分开，可他就是一直不肯。案发当天你到底在干嘛？那天我们确实见面了。陈明的死对你来说好像不算是坏消息啊。刘警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吴富香之间确实是因为一时冲动犯过一些错误，但是我们不可能真的在一起，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过。刘警官，你不会怀疑我因为一个女人去杀了陈明吧？那吴富香她是怎么想的？所以你要摆脱陈明和郑毅在一起。陈明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跟郑毅能够离开这儿。可是什么？可是郑毅抛不下这，所以我也没办法。陈明的尸检报告到了。经过最新的调查，陈明是死于急性中毒，而且这个药物是一点一滴地注射到他的体内的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，陈明生前应该遭受到了长时间的心理折磨。没有发现苯丙胺那类的物质吗？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困惑的地方。我们做了很多的病理检测以及毒药检测，都没有找到跟数据库相关的药品信息。明明就是中毒，没有理由查不出来。这个确实很少见。怎么死的查不出来？谁杀的？没有头绪。陈明身边就没有可疑的人吗？要尽快的给我查出线索，
是。终于回家了。啊？这个？这都是金队给你准备的，他在你生病的时候都给你整理好了。嗯，这都是什么？第一，以你的身体状况，不要随便开窗户。偏要开。哎，就知道你会抬杠。开了窗户之后，现在空气好多了吧？他还写了什么？为了保持营养，每天喝一杯牛奶。谁说我抬杠？我现在就喝。你肯定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抬杠，这一条会乖乖听话。第三，冰箱有做好的营养餐，必须按时吃。可是我不饿。不能以不饿为借口。如意姐，不然你走了一会儿我再吃吧。也不能以如意走了再吃为理由。我爸都还好吗？葛顾总挺好的。谢谢你。稍等一下。找我有事儿。郑叔，凡事有因就有果，直说吧。什么人不好碰，你要碰明叔的人。是他先招惹的我。郑叔，不该碰的女人不能碰，这是两码事儿。陈明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几十年的兄弟，也算是在一条船上。我不可能因为一个女人去杀了她。那到底是谁跟明叔过不去？明叔已经不在了，你又被请进了公安局，这是动摇军心的事。我父亲跟你们辛辛苦苦创建的开立，我不想到了我的手里开始走下坡路。明叔的事，你务必查个水落石出，查清楚了，对你自己也有好处。我查，放心吧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点事。爸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爸，我想要的你都留给我了，我不想要的你也留给我了。我让你把人警告一下，没让你把人给我弄死。现在全南京都在找凶手，你不想活了，我还想活呢。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你别给我来这套。我知道你是小顾总看上的人，我才来帮你。陈明身上漏洞那么多，我告诉你是让你警告他一下。一个破董事会的名额，你至于那么极端吗？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陈明这么大岁数了，他干不了几年，我不至于这么沉不住气啊。那到底是谁？现在火烧到我身上了，告诉你，我顶不住的时候，你更危险。
如果你喜欢看侦探小说，明天咱们也可以聊侦探的事儿。你看过吗？还想教我？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如果我明天可以给你上一节关于侦探的课，你以后就给我乖乖听课。好。严阵以待啊。当然，我们开始吧。行，你随便挑一张问我。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。这个故事围绕着被吓死的老爵士展开。老爵士弟弟的儿子想争夺老爵士的财产，于是就用家族恶犬诅咒的传说吓死老爵士。他还想对下一任继承人下手，这样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老爵士的财产。不过还好有福尔摩斯啊，不然真的被坏人得逞了。我再问你一个，红发会的真相是什么？银行盗窃，最后罪犯约翰克莱在当铺通往银行的地下道里被抓捕。你昨天就是骗我的对吧？你以前看过福尔摩斯，而且很熟。我昨天真的跟他不熟。那你怎么一夜之间就把所有案件都看完了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石信哥哥果然会经常来看孩子们。怎么，你是来找我的？嗯，我听说之前绑架我的那个人就你们公司的员工死了。是啊，而且死得很蹊跷。说实话我挺难过的，云叔在公司帮了我很多。对了，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没事。听你的意思是他在你们公司特别多年了是吗？他是老员工老资历了，
跟我父亲一起打的江山，在开立的时间比我还长。公司这几年稳定了，林叔好不容易有了好日子，但是好端端的，他为什么突然绑架你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我之前不是在你们公司对面的快递点打工吗？我们有点误会，就争执了几句。至于他为什么要绑架我，我也不清楚。石心哥哥，你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你了解他吗？他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吗？特别的经历？嗯。你指的是什么？妹妹，你为什么问这些？是不是跟他绑架你有关系？啊，不是不是，我就是好奇他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差，起点小争执就要绑架我。是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也没想到我老爸的老部下会这样。不说这些了，我带你去吃点好吃的。哦，不用了，石心哥哥，我今天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头疼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凡人用脑过度都会头疼，但是不会像你这么容易用脑过度。我之前就看过你大脑的内啮液活跃度非常高，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阈值。如果说活跃度高不善加控制的话，很容易损耗率也会增加，这样就容易产生用脑过度的情况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种症状？我不记得了，反正从小到大一直这样，只不过现在更加严重了。之前有做过相关的治疗吗？那这样，今天我们先做一个 MRI 的检查，不用紧张。国际上也有你这个症状的病例，怎么害怕了？我可不可以不做检查？不可以。怎么我什么事你都要管呢？我是你家长，我当然要管你。好了，走吧。你看，颅内的核磁共振可以显示出来横断位、矢状位以及冠状位的图像，可以较精确地定位出病灶所在的位置。但是无论是 CT 还是核磁共振，都没有看到杨面面大脑里病灶的出现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他大脑没有问题，有可能会是他营养不良、身子太虚导致的，所以还是得好好调理身体。嗯，知道了。荆楚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你好像特别的关心杨面面同学啊？啊，他来做个检查，你都亲自来进宫，看来他在你心里还挺特别的。大柱，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啊。又怼我是吧？行，不过我还想问问，最近穆晴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啊？嗯，无可奉告。委屈了，生气了，觉得我害你命了。那这样吧，作为补偿你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王叔郎给鸡拜年。徐医生，你怎么忙到现在才吃饭啊？你没事吗？徐医生，我下午跟你一起去查房。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穆晴，你怎么在这儿吃饭了？我是来送报告的。医生，下午见。哎，好。送报告怎么也不告诉我呀？知道徐医生忙啊。你来了，我就不忙了。你看，现在不就不忙了？徐峥。
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是我们俩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了？我们俩认识这么久，相互之间的共同点，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我们都是医务工作者。嗯，这个算一个。我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日出。这个我不喜欢。我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去蹦极。这个我也做不到。我想和喜欢的人打篮球。你看，你说的全是男生的爱好，我都不喜欢，也不是我的爱好。我很喜欢赛车、架子鼓，还有打游戏。我知道，这些你都不喜欢。我只是想让你了解到一个最真实的我。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。吴强，你现在这个手势是不是在对我发誓啊？是不是想跟我在一起？不正经。好了，那现在到你喽。你看，我喜欢吃辣，而你从来都不吃辣。我们在生活的小细节上面都这么没有默契。喂，还真的把辣椒吃了。你看，我也爱吃辣。不能吃辣就不要逞强。其实我没有逞强。人们感受到辣不是通过味觉，而是局部神经的作用。这其实是痛觉。所以呢？因为心痛，所以其他的痛就都感受不到了。我这边有个爱好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刀叉的方向错了，血应该是流柱型才对啊。血量未免也太多了吧？那至少得有两个人的量了。大动脉的位置也是错的，得再往下3厘米才行。尸体6个月就开始发臭腐烂，这个尸体是用了什么防腐剂啊？我只是比较好奇，那个人捡的是2只右手，他是怎么做出来一个左右手的僵尸的呀？这算是我们第二个共同点吗？你超常的五感能力和你的经历，都让你变得与众不同。谁想要什么与众不同？你又不是我，你不知道，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一种能力，而是一种负担，一种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滋味的负担。you